这边，逆刃把它开上去。把它开上去，为什么会用逆刃？很简单，好，你先用卡刀把标记，这样子，轻轻的。就用这个盐巴，把它稍微做盐渍。前面的盐巴可以多一点没有关系，其实我们还会把它做洗净的动作，所以盐分的时候是家人吃到特殊的料理。那所以今天我也准备了这个，除了这个红干之外，利用红干的内脏讲的蒸雕。哦，蒸雕是属于我们过年日本人哈，在过年的时候会吃的一个那个春节的一个料理。对，那我利用这两种鱼来做成一道料理。产生那个酒香，哦，像这个量配上一汤匙，因为一鱼是咸的。好了，是不是？很好，好，去备料。椰子，好，拿一个碗，下面盖碗。筷子开锅，那椅子的香味，将我们的鱼肉放在中间，雕子就直接包起来，对，包起来就包起来就好了，很简单，包起来，这道任何人都会做吧，可以吧？可以，好，没问题。这个放在它的下面，好，垫子，这边都以上没问题了吧？没有，看你的手，这个就知道是专业的。好，贴住那个鱼头。等一下我烤的时候淋上去下去烤就好，然后狮子是做最后的时候烤完之后的淋水。好，以上帮你们来做，好吧？那这个的话会比较大，手会怕烫，因为先钓鱼的时候不顺。